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赖老师。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那11月17号就是本周台服的更新内容，主要是天之痕的首领挑战。那打完之后，通过首领的这个积分的分数，一定的积分分数可以拿到绝品限定的绝品饰品蓝格怪异的另外一个10个碎片哈，就可以合到蓝格怪异啦。那大家明天可以开始打啦。好，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首领挑战开启哈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十字系第9章要开启喽，终于要开了啊！第8章应该大家都打完了吧？好，再来，先念召唤啊，逆风结义，主要就是叶明龙跟曹庆这两只哈。如果没有曹庆的观众朋友们，记得这一次的卡池要把握一下。那看起来应该就是说，烟雾血应该就是等到联动结束了。那联动结天之痕联动结束之后，会不会紧接着仙剑呢？就不知道了哈。好。那如果紧接着仙剑的话，我看鹦鹉血可能又要在仙剑之后了，不知道啦，我猜的。好，那现实活动情念之轮哦 ，OK， 史上第一痴情男子哈，秦维干哈，这个大师兄防守的很厉害哈，屡屡突破不了他的防守，竟然这次有情念之轮的这个时装，各位还不抽吗？对不对？你还不抽，说不定你只花50你就中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该抽一下？大家有听得出来我的意思吗？听得出来哈，我就不要讲太明白了。没有啦，我就是喜欢他的人还是可以抽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喜欢秦文刚的观众朋友们还是可以抽。好，再来超市礼包泰玄秘藏，这个是490块，可以获得泰玄石50颗，实际性150，铜钱20000。然后福瑞通宝190块，哎，这个蛮便宜的，不过就铜钱跟魂光啊。然后银魂异灵盒，870块，然后这是魂石，完全不会想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次还好，这次真的还好，礼包还好啦。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活动啊，活动这个首领挑战，我记得首领挑战，不是很好打啦，不是很好打。不过有可能是我自己的练度不够啦，之前在入服的时候是这样啦。不过大家蓝个乖至少要得到吧，好不好？再来就灵运石，灵运石是泰玄石的啊，我觉得这些可以拿一拿，可以打赢就拿一拿，好不好？最主要是这个跟实际系第9章。好，本周更新就这样子啊，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